阿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我们今天来挑战树干间的风，是新的地狱级关卡。这个呢是木属性，然后这次只有六关，还蛮短的。那感觉应该不会太难，一般的地狱级。那这个角色呢，跟那个魔祭之主奥兹玛有一些关系哦。好，那第一关，树林树木好像都在说话，会是我们的到来惊扰到他们吗？一开始转珠减两秒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这边带的是，转珠加两秒的这个火巴比伦解放。那我们想要先撑一下下，血量170几万，好，攻击8000，我想要稍微存一下技能。就不要太大力，这样会不会好像会天降到好好，还行还行，是不是现在火速有点多？好，有点多，然后我那个不由自主的转了一个直排啊，没补到血，好，没关系，不由自主的转出了直排，好吧，看来是差不多了啦，只能进入下一关了。这样子咯，补满血再说。好，好，还不错。那这次有一个比较麻烦的是，第二关就有隐身盾，变隐身盾有点麻烦。左边的呢，会他攻击之后会封锁4回合的技能；右边的话，攻击之后我们会扣99%的血量。所以有点麻烦，所以我就带了基友伙伴，这样比较快，一 CD 就可以炸开他们了。炸开他们之后，我们应该就是轻松打。好，我们希望能转个磁牌出来。好。OK， 我们这边还要保留一下强化珠，这样一关会用到。OK， 解决，不错。再来，按珠过来，光珠给他5颗。好，就这样啦。剩下的留给下一关。好，还可以。接下来第三关，这个比较麻烦一点，无视减伤加双重风化珠，再加上强化盾会反击哦。如果不是用非强化腐蚀，会反击100%的伤害。然后100%伤害是100001万多，所以我们没办法，有点难转呢。还技能吗？我们有3 CD， 算是还不错，遇到 CD 比较长一点点。好，新珠卡在那边，没办法转。哎呦，应该是打不死啊，这个血量有380万，很多，可是我刚刚那一波打得真不错。那我们看一下新珠，我想把新珠转过来。好，有点不好转。算了，不想转过去。好，现在我没有强化珠嘞，没有强化珠算了，我还是开一下技能好了。这边可以先开一下，没有关系。那我就直接来。转的歪歪的，没关系。下一关是附加消除重置，2秒转珠，糟糕，这是2秒转珠，2秒转珠哦。我没有什么可以给它消除，我们还有1回合就可以开我们的那个巴比伦的技能了。开了那个技能之后，我就可以8秒转珠了，对不对？这有燃烧轨迹耶，好，燃烧轨迹加2秒。有点赶，不过我还是转了2个直排。好，我有点痛，没关系，我这边还可以合体。这边有一个成就是只有5个以下的成员，所以我觉得带基友伙伴还蛮合适的。然后包含那个隐身盾也可以直接炸掉。那再来这里，我觉得，这个还有燃烧都会有燃烧，不过算了，我们还是开。然后给他烧，
我们就给它烧。哎呦，烧的好多，两伤还够吗？哎，还行，还可以。来，剩最后一只，最后一只一样给它烧，但是不要烧太多。啊，转错边，好，就这样啦。OK， 应该可以解决掉。Yes， 在第五关，第五关是轨迹隐藏，会连在一起。哎，这个也是小麻烦，因为我会容易眼花。哎，而且它是一直隐藏，哎，永久隐藏。嗯，大概这样吧，应该有三排。哦，还行。OK， 要稍微记一下路线哦。攻击力12000，有点痛。好，有光珠，看我有没有转弯啊？这最怕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转弯，看不出来。转弯了，左边转弯了。好，还补得回来。这样不太好打。一个技能好了，一个技能，这血量也有400万哎、欸。看一下哦，看能不能一次把他们解决掉。哦，至少要补到血。喂，按猪，一起来，猪这里，这样子吧。OK， 这个一波应该很痛，而且我还补满血量了。呀，接下来就是王关了，这次只有六关，可以。好，那这边是锁定围城。好，锁定围城还好，我们就用龙克直接把它解除掉。那血量300万哦，两三百万，三百万的血量，你看看哦。我们先要开吗？因为我这个基友还没有升华，所以没有倍率，这个招式没有倍率，300万哦。嗯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靠龙克的力量好了，我尽量多转一点点石牌出来。哎，有，好，开龙克，哎哎，新珠不能消哦，没有看到哎，我没有看到这个技能，好，还有新珠不能消这种东西，哦，新珠不能消，好，我一直没有留到火珠，啊啊啊，木珠没消到，好，希望能先解决掉一波，还可以，行，没有问题。好啦，那接下来最后一条血量，它是附加消除加上永久禁锢魔族，魔族就不能攻击了。好，所以最好不要带魔族啦。然后还会加它的能力。那我看看，我就直接来咯，这样子，再开这个，再开这个。OK， 这样子血量是大概600万。我们好，光珠直排，然后。水珠，好，我们现在转珠时间比较长一点。OK， 来吧。哎，转歪了。哎，大概这样子吧。完美的全消，再来。哎，我珠没消到，没关系。伤害第一次就打了800万，这基友伙伴就打了800万，顺顺的解决了。它是树荫之木伊布。不然就一步，等一下一步，好，不然就这样倒下。我还必须要保护森林和奥兹玛，对，他跟奥兹玛好像是恋人的感觉，这是多强大的执念啊！这森林和那个叫奥兹玛的人，对他而言一定是最重要的恋人吧？那请你把力量借予召唤师吧，召唤师会继承你的意志，守护你所珍惜的一切。OK， 那他现在就到我的包包，跟我的餐馆奥兹玛。团聚了啊！奥兹玛餐馆的猎人该不会也是餐馆吧？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他的技能，不晓得他的技能是什么。好，希望他有用处。好，那我们这次一次解两个成就，是只有火属性成员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只有5个以下的成员。对，解两个成就，隐藏成就还没解，隐藏成就不知道什么，还没看。
都再去挑战一下。好啦，那我们这边就顺利解决了。来看一下，也是树印的感觉哦。化攻术，一回合内全体攻击减至零，攻击最高的一个敌人每减少3000点的攻击力，自身攻击力提升一倍。哦，自身攻击力哦，最多可以提升到7倍，蛮奇妙的。这个可以把敌人的攻击力减少，然后还可以增加自身的攻击力。如果对方可以打18000，然后把它减上之后，它就变一滴，它可能只剩零，但是应该还是会打一滴。然后它只能打一滴，而且我们的自身倍率有7倍，就算一个攻守兼备耶，防加降攻击，然后又加攻击，自身7倍。好，这可能要用在要会被它打一下的这种状况，或是点攻击哦。如果像是一些隐身盾那种必死的伤害比较高的，你可以用这个减攻击。所以这个也算是有点像水油这种减伤的一个效果，18000的伤害。好，减18000用处是还好诶，就只能防大概23000这种伤害的。那队长技呢，妖精越多攻击越高 3.5 倍。好，队长技就还好。OK, 大概是这样子，妖精类的。那他的故事就留给大家来看一下啦。他好像是妖精。高级的妖精，那故事留给这边哦。所以他妖精跟奥兹玛不是魔族吗？所以他们恋爱了吗？他们的恋爱故事不晓得有没有在这边。那我这边就是简单的让大家可以暂停来看一下，我之后再来好好看看。OK, 就是好长哦，好长哦，伊布与奥兹玛的相遇的故事。到这边结束了。 OK, 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顺利打败了这个新的地狱一级，难度算是还 OK。 那因为要解成就，所以一般的火队的话，火希腊应该没有问题，然后这是新的那个火巴比伦丹也没有问题，但是推荐不要用魔族的那个火魔族队，因为最后是没办法攻击的，那除非你要就是搭配其他角色。那八风王也就不推荐了，因为就是会少两个攻击啦，但是你伤害够的话其实也可以，所以火队基本上都还蛮轻松的。所以那这是我们的地狱级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大家拜拜。